各位晚上好，这里是广东卫视正在为您播出的《你会怎么做》，我是邓璐。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们，他们是奇葩说辩手马建岳，欢迎小马。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祝大家新年快乐 ，I love you。资深媒体人张春蔚老师，欢迎。著名心理学家雷鸣老师，欢迎您。恭喜发财，给大家拜年了，朋友们，今天是大年初十，也是我们农历新年的第一期节目，在这儿我们所有人要为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虎年大吉。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请教三位一个问题啊。过去的2021年，哪一个时刻特别温暖？晒太阳的时候。嗯。阳光普照的时候。小马呢？应该是解封的那一天，然后所有人都冲出来，那个时候还排了大车队。一样的。其实过去的一年对所有人来说都不容易，但好在我们收获了温暖。自你会怎么做开播以来8年的时间，我们也一直在见证各种各样的帮助的力量。我们很好奇，这些单纯的帮助给人们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呢？一起开始今天的观察。2021年，我们见证过很多温暖瞬间。居民楼4楼失火，住在隔壁楼的邻居沿着外墙徒手攀上4楼，从烈焰浓烟中救下了女孩。小心啊！害怕。一位环卫工人是在河边捡拾垃圾的时候呢，不慎落水，两名路人跳入到了冰冷的河水中，拼尽全力救起了老人。5岁少年过马路时不慎被卷入汽车车底，路过群众纷纷伸出。节目我们将还原3个需要帮助的场景：爸爸不能回家过年，孩子寻求安慰。爸爸今年过年要执行，可能不能回家了。老人相亲，想找人帮他化妆。哎呀，一脸的皱纹，要是能化点妆就好了。女孩被告白，想与他人分享喜悦。你是在向我表白吗？让我们从这3个小故事开启2022年的新篇章。疫情阻挡了一部分人回家的脚步，而也有人因为工作需要坚守岗位。我们都能看见他们的辛苦，好像却很少能看到在他们的背后，家人们又付出了些什么。老公，早点回来。好的。我不你，我不你。如果今天能看到，你会怎么做？喂，爸爸。好了。爸爸，我好想你，你什么时候回来呀？爸爸今年过年要执行，可能不能回家了。嗯，又不回来。乐，对不起，原谅爸爸好不好？第一个故事，我们关注的是消防员和他们的家人。当目睹小女孩得知爸爸不能回家过年，你会怎么做？拍摄地点是一家快餐店，在店内我们安装好了隐藏摄像机，也布置好了观察后台。现在观察开始。喂，爸爸。可乐，是这样的，爸爸今年可能不能回家过年了。为什么呀？你答应了我的。爸爸也是临时接到工作安排，过年期间爸爸要值班，不能回家，保护大家安全，是吧？因为职业的特殊性，过年期间爸爸需要坚守岗位。爸爸跟你说对不起好不好？对不起，对不起，爸爸错了。远处的女生不知被什么触动了。向消防员表达敬意或许十分平常，但
要表示对他们家人的关心，好像却并不容易开口。女生们慢慢收回了目光。在下一组观察中，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呀？当然是你最重要啦，知道爸爸是消防员对不对？你每次都这样说的。当女孩和爸爸结束通话后，爸爸是消防员，你爸很棒，你爸很厉害的，真的吗？对，真的，真的。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回答。女生们第一时间肯定了爸爸的职业。都过来一下。用了年轻人最熟悉的方式，就是给小朋友看短视频。这就是消防员的职业，有为国家效力的保护人民，很棒。还能够别人走。我们的职业是在不一样的领域，但是能不能让孩子理解，让周围人理解，那形成的是一个社会的力量。但是帮孩子跨越这一步，也是我们职业训练的一部分。爸爸的职业很伟大，但这样的道理又该怎么和孩子说呢？有位女士想要试一试。是不是很想要你爸爸陪你？女士懂得孩子的委屈，但她也明白消防员工作的特殊。你要理解他，你爸爸肯定也很想你，因为你毕竟这么乖，然后又这么懂事，他有一个你这么可爱的女儿，他肯定也想陪你啊。但是他的工作更需要他呀。你看，马上像过节什么放假了，我们都可以在家里看电视玩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是万一，外面哪里着火了呀？你爸爸他是消防员，他就必须得出去。没有，阿姨很喜欢，觉得你非常棒。那快吃吧，能认识你，很高兴。消防员守护着大家的安危，大家也关心着消防员们的家人。消防员是在我们生活中，他是属于那种在背后默默保护我们的一个群体，所以在我们普通老百姓心中还是很有分量、很崇高的一个职业。我觉得吧，我也有这个义务去关爱这个未成年人，去保护他的内心，包括他对这个职业吧一种认知。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更重要的是想在我小朋友脑海里面种下一种，像帮助别人和学习别人的一种方向。他不仅仅是自己来给予帮助和善意，还告诉小朋友如何给予人恰当的帮助，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来自陌生人的一个温暖。嗯。哎，可乐，这样的，爸爸今天可能不能回家过年了。为什么呀？爸爸也是接到工作安排，过年期间爸爸要值班，不能回家了。在家庭和工作职责中间，选择既容易又不容易。你每次都这样说的。孩子有些委屈。你每次都这样说的。要不要给你小东西？来来来，乖，爸爸要先忙了，晚点打电话再给你，好不好？旁边年轻人的谈话声轻了下来。
女生的温柔来得不留痕迹，另外几位女生则接着带来了更直接的关心。你爸爸在消防员吗？消防员是我们心目中最幸福的人。你看，其实这一些年轻人围坐在一起去帮助这个小女孩，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敬意，是这个社会的共识。他哥哥也是消防员，嗯，我们都很过年。你会不会很想你的哥哥吗？会想，他前两年回不来的时候，我家吃年夜饭就是我爸我妈，然后我跟我大哥，然后四个人就是没什么氛围。会很想，真的很想。同为消防员家属，女生和小演员有着同样的想念。你要相信你爸爸是很爱你的，他很爱你的，只是真的是工作原因分开，就像我哥哥也回不来一样。爸爸不在身边陪你，我没有在家过年，不代表他不爱你。爸爸刚刚给你打电话，我们都听得出来，爸爸可能比你内心还要难过。他陪不了你，就是因为他的时间都怎么说呢，就是给了这个国家，知道吗？他都是给了这个国家，所以他没时间陪你，因为他的时间用来放到工作上面了，顾着这整个大家去了，顾着人民去了。有一句话叫，就是现在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吗？就是你爸爸，就是说担起了一份责任的人，特别棒。我们真正讲帮助和给予，它是一种爱的教育，但是也是一种对职业理解的教育。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只能说我为他感到自豪。你应该很自豪地跟其他的同学介绍，我的爸爸是一名消防员。他们都会觉得好厉害，肯定肯定，爸爸以你为骄傲。你能会以爸爸为骄傲，你们父女应该是相当的骄傲。因为我家里也是有一个消防员，所以完全是能理解的。因为疫情是让人猝不及防的，那么这些特殊职业的人，那也是确实是身不由己，这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的义务。然后，但是相应付出的也就更多。没事，你不用担心，照顾好自己啊。家里这帮人都担心你们这些人，这关键那边太那啥了。行，你们都注意安全，辛苦了啊！大伙都给你点赞的。是、啊。溜达回来了，爷爷。对于像消防员或者是警察或医生医护人员的一些子女，还是应该有多一点的帮助吧。确确实实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最可爱人的这个标准和他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不断的在扩大，他们的社会认可度、尊重度、理解度不断的在提升。所以大家说哦，你父亲是消防员的时候呢，旁边的人能够告诉他说你父亲很伟大，然后消防员啊很重要。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开始，我们把这份关心扩大了。
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在灾难时候我们才会想到的救护我们的人员，我们还要关心他们的日常，他们和他们背后的家庭。对，就是从社会的角度和传播的角度，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关于最美丽行者的报道，对吧？当他们勇于奉献的时候，对于奉献者的家人，我们在高的这个知识上面大家都理解了，低的呢，孩子呢，我们怎么样照顾他们的心情心态，以及帮助他们完成心理建设和复苏。一方面我们会说工作很伟大，然后做的这个事业很重要，但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在家国团圆的日子，我们也希望大家和小家能够共同的拧在一起。新年的伊始，我们来表达对这份职业的敬意的同时，还要去扩大对这个职业的理解和关心。我相信这样的关心，因为有你们，有你会怎么做出现的这样陌生人的善良和帮助和介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在第一幕观察中，帮助带来了对特殊职业的理解，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在第二个故事里，主角是一名即将去相亲的老人。哎呀，一脸的皱纹，要是能化点妆就好了。你能帮帮我吗？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在晚年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如果有位老人决定寻找另一半，你愿意帮他在相亲前变得更好看吗？拍摄地点位于写字楼下的广场，拍摄当天正值工作日，人们都脚步匆匆，会有人愿意停下来给予帮助吗？那两位美女，你们可以帮我一下吧。好了，阿姨，我们现在有事，因为我们现在有赶时间，怎么了？我不会化妆。阿姨，我用我们这边赶着办事，好，不好意思，找别人，好。你们可以帮我一下吧。就是敷一下就行。就这样，往这里。往我脸上，抹到脸上就行。你有时间帮我画一下吧。真要回公司啊？好，谢谢你，谢谢。先就行了。这样涂啊？好。小姑娘，你可以帮我一下吧？这什么用嘞？这样铺粉的话有点干呐、这里有点干，我就给你弄平一下。哎呦，谢谢。他是拿自己的给涂。我的好朋友跟我介绍一个朋友，老人本来就需要一个伴。谢谢，更有耽误你时间。不是我是那个刚刚办完事，这有镜子吧？你可以有镜子，有。电影的话，你自己在。哎呦，谢谢你。这几步走的这乐。他帮助完别人，他内心是欢快的，然后呢，他也是轻松的。提升一下嘴唇的颜色就会好。气色会更好一点，您看一下，可以吗？还要再弄白一点吗？是，可以吗？白白的嘞，你好会画哟。这样，抿啊，抿一下，这样啊？对，再抿一下。这姑娘好漂亮啊，人美心善。相亲是吧？跟我们年轻人一样，已经很漂亮了。哎呀，好漂亮，颜色好美。我都觉得支持你。哎呦，谢谢，都很支持的，哎呦，谢谢啦。希望我在以后也能一直一直保持这样想要变美的心。谢谢。这样就代表对生活还有热情，对不对？这样是很好的。本来女人就是要活到老，要美到老，对不对？我觉得你早该找了。对呀。怎么到现在才找？早就应该找了。原来小孩还小，再早一点就好了。对，谢谢。纸永远都不迟嘛。给你加下油。加油了，谢谢。加油，阿姨。好，现在儿女长大了，就应该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他们追求自己想要的，你也追求自己想要的呀。你追求就好。好感人。自己有这么好，你有妻子，跟你的红围巾很配。对。
啊，约你什么？约我下午3:30。现在还有一个小时呢，哇，你那么早就来了？我怕，哎，我有点紧张。哎，我们演员那害羞演得真好，哎，那份少女的娇羞啊，到这个时候还能保持，真的是可以谈恋爱的状态。我简单跟你说，你这边风大啊，再来吧，说这个吗？哦，坐这里啊，风一点吗？这个，好的，美美的，谢谢谢谢谢谢。我给你眉毛画一点吧，好，眉好。现在老龄化，我们也会有老的一天呀。就是你到注意自己的财务就是了，就是资金方面的东西，明白吧？哦。别太轻易相信别人，反正就是多交个朋友，别你也放好心态，别太说一定就是说咱怎么怎么样。哦。要记住这一点。好。防骗。女儿去相亲的时候，往往妈妈也是这样叮嘱的。我拍个照给你看，你带手机没？我带着手机。我帮你拍个照，你看看行吗？好。我就这样哈。OK。怎么高兴怎么活，我们的时间不多，有一个伴，人家喜欢你，你也喜欢别人，为什么不可以结伴养老，对不对？我让你帮我发张，你会觉得好奇怪吧？觉得好高兴。这是个同龄人，嗯，这个唇膏。哎呀，好看好看。今年多少岁？快70了喂。60来岁还年轻。对方的条件你清楚吗？我不是好清楚，就是说他人还蛮好。担心我等一下我能跟你见见。你要帮我见见。我跟你参考一下。不要太莽撞，好啊，要了解情况。那我们找个伴就要合得来的，合不来一天到晚吵架，我干什么？我合字不是口字，我加个那个人字干什么？细节上，这个姐妹帮把把关。还有很多人都停下了脚步，他们都把关心藏在了行动里。人们帮老人悉心涂好妆容，也照亮了他的晚年。我都怕我自己那个，所以我就想请人呢，跟我弄一弄。已经很好看了，真的阿姨，看过去就是那种很有涵养、很有气质的阿姨。你往那一坐，该害怕的是她。哎呦，这个太有魅力了。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叔叔和什么类型的，我觉得他只要看到你，肯定很乐意的。我觉得就是挑挑他而已，好吧？真的是这样的。这个好，太会说话了。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爸爸是已经过了1年多，然后妈妈一个人。哦。但我妈妈58年的，就还蛮年轻。哦。所以我也会觉得，如果他以后想找一个，只要他过得好，我也会很开心的。哎呦，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如果我妈妈幸福了，我会特别开心。我也渴望这个。对对对，这个会有的，会有的，我觉得。我觉得你值得，你就是值得这么好。嗯，好开心的画面啊。他的这份勇气，他的这步跨越，已经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和鼓励。谢谢谢谢你，谢谢你鼓励我，真的，我今天见到你，我太荣幸了，太荣幸了。你千万别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心里很暖，就是原来，不管一个人再渺小，但是他做的事情，哪怕事情再小，总会给别人带来不一样的意义。你就是这样给了我温暖，也给了我阳光。原来。在照亮别人的同时，女士自己也得到了温暖。谢谢你，我祝你在新年一切都顺利。我相信你会更好的。你知道吗？我每天都不下来吃饭，就天天我都会带都会带餐盒，但唯独我今天没带饭，我就下来了，我觉得好搞笑。所以还是有缘分的，真的是很有缘分啊。就是我会觉得真的是一种正向的反馈系统，就是你在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发自内心的觉得助人为快乐之本，哪怕你做的举动是很微小的，但是你能让别人觉得很温暖很暖心，然后他告诉你的时候，你也会自己也会有这种正向的反馈，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可能在很多看不见的地方也会有一些就是可能像这样的举动在时时刻刻的出现着，只不过是说你们把它捕捉了下来，但是在很多很多你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些美好也是一样在发生。OK，
所以特别谢谢你，希望你新的一年都顺利。好，谢谢，也祝你们都顺利和健康。谢谢你哦，阿姨，温暖了，真的谢谢。来来来，谢谢，希望确实可以温暖吧，给了我，你也给了我温暖，因为这种都是相互的。帮助别人是件快乐的事，能够用镜头记录下这些温暖的瞬间，又何尝不是同等的幸运呢？你看到刚才我们的这些善良的路人，其实每个人脸上的这种笑容都是很真诚，很发自内心的。就是我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老年人敢不敢走出这一步。从这位老大姐穿了一件红衣服开始，从她开始请路人帮忙化妆开始，都意味着美随时随地可以来，跟年龄无关，跟心态有关。那就是你对于美的追求以及展示自己最好一面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你的年轻态以及你可以拥有更美好的可能性。就是看起来是一个老阿姨在寻找美，但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谈到的是什么，就是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所以我们看到这位老大姐勇于的走出这一步，然后周围的人是什么，能够给予就给予，对，这其实是一个社会文明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小确幸，能够帮助别人，内心会有很多的满足感。每次帮助完别人，我就觉得，哎，这个社会还是有我能做的事儿，有我能够需要我的地方嘛。那我还是应该不要就丧啊之类的，努力要走起来。这个意义上而言，这就是生命的力量和生命的价值。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分享一件开心的事情。电话。当女孩寻求帮助，你会帮忙吗？等一下。你好，可以帮我拿下熊吗？我想接个电话。谢谢谢谢。好可爱。可以吗？谢谢谢谢。哇哇哇！喂，哎，怎么了？哇哇哇！干嘛？你说呀、啊。当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都很义不容辞。需要把包背上啊，我帮你拿下熊，你把包背上。啊、哦，好。这样多累啊。是。哎、这背的。也好、嗯，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拜拜。拜拜。帮助他人，好像已经足够快乐。但是。如果你能够多停留一会儿的话，也许还能收获多一份喜悦。啊，干嘛？为什么这么突然？你在跟我表白吗？小姐姐，我好开心。你可以先背上。哦哦，我以为你要没有。就刚刚我喜欢男生打电话跟我表白了。啊，我好开心。恭喜恭喜。刚刚我喜欢的男生跟我表白了，我好开心，祝福你，我好开心啊！你好幸福，真的吗？我沾沾喜气，沾沾悦，谢谢你，幸福啊！也祝你幸福，快乐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拜拜，拜拜，拜拜，祝你新年快乐，嗯，新年快乐。我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他，知道他喜欢我还真的挺开心。嗯，好。如果你同意了，祝你们99是什么？一直一直在一起。哦，谢谢。我刚刚电话里面是我喜欢的男生跟我表白了，我好开心。希望你们99这一集加油，这一集加油，太好了，为你开心。我相信你们可以99的。真的吗？好可爱，可以的。谢谢姐姐，你也好可爱，我好开心啊！谢谢你。我觉得我走在路上能听到这种声音，我也好开心哦，就是好开心，为你感到开心的那种。是吗？谢谢你，谢谢你。
没事，嗯，加油，好好，我给你找找。对，小心眼好可爱。嗯，好，拜拜，拜拜，拜拜。听到一件开心的事，可能就带来了一天的好心情。而这些喜悦其实都源于之前的一个小小的帮助。今晚你会怎么做？伴随着米饭的香气，两个简单的故事即将展开。第一碗饭，徐图端出了梦想。你好，那可以帮我尝一下吗？因为我最近刚学。第二碗饭，老人咽下了窘况。我呀，我在吃那个猪脚饭。徐图的一碗蛋炒饭，有人赞不绝口。不好吃的话就不用吃了。很好吃，我要给你带来吃。好，说的我都想吃蛋炒饭。老人低谷时的一碗白米饭，竟让我们遇到重要画面。就是那个瞬间，等这样的镜头等了多久？哎呦，接下来这个镜头千金不换呐！到底是什么在发出光亮，又照亮了怎样的阴影？刚才的沉默中，这个路边店光芒万丈。今晚你会怎么做？请跟我们一起品尝人生百味。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你会怎么做的全部内容。大家可以在爱奇艺和腾讯视频来收看我们的完整节目。朋友们，下周四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吧。